होगा, आपके लोग, आपका पूरा राज्य नष्ट हो जाएगा, जब तक कि बलि नहीं चढ़ाई जाएगी। Hello，Hello， 弄半天，现在才把它弄好。这个才是我上次说要玩的啦，刚刚在找找半天。那天不是玩了一个像纸那种纸娃娃的东西，就我把这款游戏当成那一款游戏在玩。然后不对啊，我记得不是这样子啊。你耳机的耳塞不见了，啊，你的耳机，你的耳塞放哪里？有找到吗？不对，你又听不到。लड़के को देखते ही उन्होंने अपने सारे सैनिकों के साथ उसका पीछा करना शुरू किया。哦，不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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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哦，现在我的右边智齿后面那边呢，超痛了。不要！और दानों पर आग लगा दी गई। पहले तो चारों ओर मशाल को देखकर लड़का रोने लगा। हेलो हेलो, 大家好，大家晚安。उसके त्वचा को छूने लगा। वाह, 厚道。उसका रोना क्रोध की चीख में बदल गया। उसी समय एक रहस्य में本来今晚会继续玩斗阵，但是队友都没有，都不见了。कि बच्चे की चीख उस ऊर्जा को और उत्तेजित कर रही है। अंत में ऊर्जा को लेकर पूरे राज्यसभा और पूरे कुछ समय के लिए तेज कम होने पर तब पता चला कि दानों नष्ट हो गया था और बच्चे का भी कोई नामो निशान नहीं पाया गया। राजा ने अपने不是啊，其实前面开台的时候，他剧情有稍微跑了一些，我没有看，我一直在弄那个 OBS 的东西。然后晚点要开的那个游戏，我又还没有截取视窗。啊，想起来了，这个名字叫阿修罗啦。气死了！你好，重新命名阿修罗。哦，想半天，完成。好，请继续。都失踪了啊！我是为了部落。好啦，剧情看完了，也不知道演啥小，反正就是一个小男孩被烧死，然后突然变成阿修罗的故事。嗯，你在？哦，是阿波罗吗？修吧 ，SU 呢？修吧，对啊，阿修罗啊，使用空。用摇杆哦，干！我擦一下哦，很危险哦。我要再去买一条线了，因为这个线是多功能的，然后它会挡住我手的感觉。请输入名称。
干嘛？好，都没有。哦，哦，我想把这剪掉，气死了！因为卡到手，你懂那感觉吗？就是我那手是摇杆没有错，可是我的 L 1跟 R 1那边会有那个多功能插槽去卡到我的手，让我很不爽。是什么法师嘛？进藏加弓箭手，弓箭手。好的，我看到了，我们都还没解锁。好，开始。哎，能跳过吗？不想看，不能跳过。哈斯拉玛大帝正在，只有他能打，又是他。你在，可是只有两个人呐、啊，两个人玩屁呀、啊！好的，新手教学，进攻艾格曼加，他们回来了，这些软弱的。其他阿修罗角色可透过完成特定目标来解锁。咚！哦哦哦哦！嗯，翻滚，攻击，切换。那、啊、这干嘛？嗯？切换武器，闪避，攻击。大快乐，这是哪个啊？这个不是这个技能树。哇，你是要歪头玩哦，先生。哎、欸，他这个旋转的视角会让我晕哎、欸，傻眼。按下叉打开宝箱。想直接死？哈！我这么 low？ 哎呀，感觉我有点感冒，喉咙很痛痛的。我这么弱？等一下，什么游戏挨个三下就死了啊？靠，我的扁条线有点痛哎，怎么会这样？刚刚稍微吼一下，喉咙就好痛。哇哟！会了啦，安尼嘛，哇！看，吞噬，掠夺，哦。钱跟经验选一个，是不是？暗上是什么东西？
哦，回家。那按下次打开包包，左边已使用箭袋，没有箭袋。哦，等一下，有点复杂，生命值已满。黑暗灵，哦，有道理，有道理，有道理。抱歉，有点饱，汽水喝的有点多。经验壶，哦，可以点天赋了。瞬移至敌人附近，并残暴地攻击他，造成10点伤害。提供30点，这好像很强欸。吞噬增加经验，掠夺掉落物品。近战会对远程的敌人造成更多的伤害。哦，记录点是不是会了？会了，会了，我还不能这么做。可以了吧？不行，什么？物品栏，补充见识。哦，交易哦。哇，好贵哦，没有钱。哎、欸。有那么快的吗？等一下啦。吓死我！好，好，好！好啦，不跟你闹了啦，去死吧！守护这座要塞，哎呦，现在可以。从角色界面选择，你通过击杀物品，该物品可能在智慧宝箱中出现。我觉得这很棒哎，可以点这个吗？感觉我现在只能点这个哎。吼吼吼吼！啊，蚊子，我抓死你了吼！这个，北七，不是啊，他，听我解释，他刚刚地图不是长这样子，我现在很晕，
这游戏好玩。就所以等麦块地下城出来之后，我可能又有一阵子会沉迷于那个地下城的游戏了。我真的很喜欢玩这类的啊，每次都有在讲小地图，没有啊，打开宝箱，哎呦，嗯，不是啊，白痴哦，那我怎么切换武器装备啊？嗯。哦，丢弃使用，使用丢弃回物。哦，避开远程攻击。这什么？这是卡在一起了。按按钮激活，再次按下去，按住。哦。去死啊！嗯。哎，不是啊，我想到，那我要怎么用那个啊？啊，我那些拿到过的装备要怎么办啊？就不见了哎、欸！嗯，迷路了。法术可以透过杀死技能按钮上所显示的地方未来充能。哈？哇，要死了！加吧，加吧，再吃一块肉。啊，这怎么用？攻击？这不用消耗弹药，好像这比较好哎、欸。这消耗耐力，啊，这个啦，
而且怎么就是打王了啦？时间到，先闪了，拜拜，八八八。不是啊，刚刚一直开出小地图，是因为他在类比的按下去，类比按下去就很容易按到小地图。哎呦，而且都没开到技能呢、欸，傻眼。好啦，点被动了。看一下哦、喔，这个好，伤害，然后改这个好了啦。我来当亚马逊人。需要一把钥匙。Huh?